这一箱很高兴为你服务。走，今天这么积极，话说他是不是又跑了？老板好，这一箱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傻逼！我在电梯里就听到你们声音了，整个十五楼，这我们公司最长。十五楼不就我们还没倒闭吗？我就出去一会儿，公司就乱成一锅粥，以后要做到我在与不在一个样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太差不多了，还不快去工作？好的，老师。哎，你他妈，知道错了吗？你迟到就算了，还拿玩偶糊弄我。你怎么想的你这个年纪怎么好意思迟到？你对得起你的人生吗？你对得起我给你发的工资？跪下了，你快起来啊，这样我要折寿的。老板怎么了？哎，我还没教训完呢。此处不报非。我就不信你不吃，真恶心！小赖，过来把这个扔一下。这个可是好好吃。这一句话解决如何？姐妹不要！